原神谁才是风系王者，你用拥有几个。一，风原万叶，作为一个辅 C， 万叶的功能是非常优异的。如果你有很高的元素精通，那就可以给队伍中的主 C 提供元素增伤，还可以在后台补伤害打扩散反应。二，巴巴托斯，作为萌新刚踏入提瓦特大陆接触的第一位神明，就是风神温迪。战斗方面，大招巨怪的能力格外突出，传恩 E 技能也能自行生成风场，给探索大世界增加了不少便捷。三，伞兵，作为提瓦特大陆为数不多的风系主 C， 它不仅可以高空作战，开启技能后会升空和高速移动，让你在大世界探索增加不少乐趣。四，琴，作为风系中六边形战士，在输出的同时可以为团队提供加血、巨怪、元素扩散等效果。对于无二的摔怪技能更给玩家带来了快乐的玩法。五，枭，自身开启大招后的高倍率下路攻击非常适合进行范围伤害以及站桩输出，在拥有高伤害的同时还可在大世界进行改路，作为颜值爆表的快乐风男引得众多小伙伴们喜爱。每一位角色都有自己的玩法和特色，只要玩家喜欢他，他就是最好的，没有之一。下期见，拜拜。